睡醒了，我们现在要去找咖啡喝。我不知道念对不对，它叫鸠田吧，应该是这样念。然后它是那个饭店一楼 lobby 的咖啡，超可爱的。吃小蓝鸡蛋，真的他很贴心哎，不加葱，太多人都受不了。好吃，你的意面放了一点，还有吃鸡翅。好，传说中的纯咸法，我都喜欢意面一上来，等一下再吃，因为我喜欢吃辣面。鸡丝面。买了甘蔗柠檬，还有甘蔗牛奶。甘蔗真的好甜，我觉得加柠檬加。要不要？是甘蔗牛奶。哦，但蛮特别的，牛奶里面有甘蔗的清香，甘蔗很甜，我觉得还是加柠檬比较好，比较适合今天的天气。不可能把钱带去完成，但钱可以把钱带走。我想要买双人套的包包。我们要进去上历史课咯。好好，那你等一下，如果这是可以吃东西可以料，快到关小关上。好，那要喝水的会。我们刚得到了耳机，然后两个主机，还有耳机套，还有秘籍。我们现在手上拿的是长社馆的地图。男子一零一播放。我们喝完了。
这个是我们昨天听导览的热兰遮城，它有它的四个角，然后有其中三个是什么灵宝，作为防御用。我昨天有认真听，作为防御用的。这个昨天也有看到，这是拿来当避所使用的，就是整体的样子。然后只是从正面看会长这样，然后是从侧面看，这个会镶嵌进去墙壁里面。请问这个怎么念？土干土。以前有学过，就是用土糊的墙壁，不是砖，所以比较不稳固。大家零钱都怎么讲呢？是这个，还是这个嘞？这个人是不折不扣日记控，总共写了这么久的日记，记录下来这么久的历史，从日文开始写日记。他的这一篇展示的日记非常应景，我们这次今天来的时候，因为现在是清明连假，昭八年事件之前在台南的司法博物馆有提到，在这个事件之后呢，台湾的抗争就变得比较温和一点。永远都没有办法想象怎么把脚塞进去，对比一下，因为我脚那么大。你们会去算命吗？人命无人相共，有好命人，有歹命人。这是我十年前的烦恼，这是我一年前的烦恼，这是我现在的烦恼。好，参考，我们在这边。看我们的字是好字还是坏字？为什么这个会有这个颜色的？觉得超恐怖的。我以前很怕这种东西。这个是不是竹筒在用？以前住在乡下的时候，有很多那种庙或镇头，我每次看到竹筒，我就立刻退后。也是。我真的很害怕。好强。说你的问题。问题是什么？等一下，听好了。好翻。我的问题是，我等一下可以喝一杯咖啡吗？当然是可以，可以喝咖啡。没有，其实不行。可以可以，可以喝咖啡。上上手，哦哦哦哦。你有什么障碍？有点障碍。哎，这个人跟你一样。
这个人跟他一样，这个人的愿望可能跟我一样。看你。台史博对不对？台湾历史博不要乱简称。台史博他们自己简称的，就是这样。嗯，这些都是太阳能板 ，I guess。走，快点！我买男朋友上去。我哥哥还没回来。结束了3天台南烟火行，回家。